就是像朋友一样。其实我觉得粉丝其实更像，我觉得粉丝有的时候很像知己，就是他会很懂。我不配，我不配，你不配，我不配。就是真的是有的时候看到他们写的一些文字，包括分析，很多人有的时候也读他们的信，就会觉得，这个人好像有点了解自己，只是那么一点，还没有完全的很了解。就是有的时候就会，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，像之间有一座桥梁一样，就是通过各个方面，然后去你的精神层面的一些交流吧。我觉得就是粉丝就像朋友，就是彼此互相了解、互相体谅、互相理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朋友，他们就真的是非常的贴心，也是一个这样的关系。对，还是像朋友一样。对，我们之间互相鼓励、互相打气、互相理解、互相包容，然后一起进步、一起努力，对不对？坚强。